女星伊兹玛 PK 名场面，第一位鞠婧祎，鞠婧祎当时在现场表演伊兹玛，瞬间高出身高很多，不料由于穿的鞋子太松，鞋子直接飞出去了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第二位迪丽热巴，迪丽热巴曾在节目中大秀伊兹玛，这又白又长又有肌肉线条的美腿，再配上酷炫的伊兹玛，得有一米八了吧。第三位程潇，程潇在参加一个真人秀节目的时候，在里面练习跳舞，由于跳舞很辛苦，所以他就趴在瑜伽垫上睡着了，而且还是以伊兹玛的姿势睡着了，这是高难度啊。第四位景甜，景甜在一档节目中就能很轻轻松松地做到伊兹玛，毕竟毕业舞蹈学院，从小就学习舞蹈的他，伊兹玛什么的自然不在话下了，轻轻松松就手到擒来。第五位金晨，金晨从小就学习舞蹈，所以是有着高超腿功，从小到大都劈叉的金晨，分分钟就能够劈叉成负角度，而且他还曾身穿运动装轻松挑战过倒立伊兹玛，让不少网友都惊呼这才是王者中的王者。你觉得哪位女星的伊兹玛最厉害？欢迎大家留言。